大家好，我来自仙人掌之国墨西哥，我叫 Elisa。 尊敬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，我叫杜天丽，今年16岁，我是萨摩亚裔新西兰人，因为学中文喜欢中国文化，在学校我交了很多中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肯德拉，今年15岁，我学习中文5年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号，是来自首尔中继小学5年5班的徐有恩。因为妈妈对汉语感兴趣，5岁的时候和妈妈、妹妹一起去了中国。大家好，我叫丽娜，我在波斯出生，上10年级，我今年15岁。大家好，我叫郭梅星，我住的地方在大海的旁边。大家好，我叫海丽，今年14岁，上9年级。虽然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，但是从小我妈妈就让我开始学习中文，所以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我是北大的中学孔子课堂的学生，名叫韩明胜。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比赛。汉语桥，我来了。